夫淡呢兩個字咧，最早出現咧就係喺我哋中國嘅即係文化上邊或者啲文學作品以前咧已經有噶啦，係由嗰度衍生出嚟嘅。譬如早到咧，去到三國時期嘅諸葛亮，即係佢有講過一句説話，佢就話咧：非淡泊無以明志。佢就講咧，唔好追求一啲表面嘅或者一啲浮誇嘅咁樣嘅人生態度，而係追求啱啱相反，應該係一啲淡泊平實呢一種咧，先至係咧作為一個有氣節或者一個文人咧要求嘅境界。咁嗱，亦都成為咗佢自己一個志向，一路發展到落嚟，去到後期一啲，譬如話去到宋代蘇東坡，咁佢慢慢咧就將呢啲咁樣嘅人生哲學嘅道理咧，開始同呢個書畫藝術咧有少少結合咗掛鈎嚟講啦。嗱，其中咧佢一句咧説話講得好好嘅，佢就話乜嘢咧？所貴乎夫淡者，為其外膚而中高，此淡而實美。其實最珍貴的真係追求膚淡呢種境界，喺書畫上邊見到佢好似好淡，冇乜顏色。其實咧呢一種先至係一種真美，係實美。咁嗱，而畫家咧發展去到再後期啲咧，元朝、明朝、清朝咧，就更加咧將佢哋膚淡呢兩個字啊喺書畫上面去演繹得淋漓盡致啦。通常就會出現咗一種嗰個境界咧，最容易達到嘅效果就係乾筆。我自己都好認同用乾筆呢一種枯筆嘅表現咧，係可以好反映到內心好重視啊，好向往嗰種人生態度嘅。因為淡泊就係想要一種好簡樸啊、好簡潔嘅生活啦。咁枯筆、乾筆咧，就係用一啲好薄、好淡、好素嘅色表現喺張紙上面。咁佢哋大家都有共同嘅性質咯。在北宋的時候，一個很出名的書法家米芾，他的書法風格很多樣化的，不過我們可以集中看他這一件作品，他怎樣去表現用這個枯筆來寫字。這件作品就現在在日本的博物館收藏的，你會看到他那幾個字由有水分比較濕的一路寫，寫到他這個最後這個字那裡乾曬了，乾到根本就嚟一個字唔見咗，寫唔出噶啦，佢都寫落去。點解呢個書法家阿米芾或者亦都係畫家咧，喺寫呢個字嘅時候，佢會去追求一樣咁嘅嘢咧？其實佢反而係覺得呢一種咧就嚟唔見咗，若有若無嘅境界咧，先至係佢想追求嘅一啲效果，就透過呢個枯筆或者乾墨嘅效果咁樣去做。看另一張稍後的一個南宋的畫家，他叫做木溪，他就不是枯筆，他是淡墨。日本呢那個書畫發展呢，很多都受他影響得很重要的。他畫那個燒傷八景其中一景來的，這張畫畫緊一個落緊雨的景象。遠處望過去，很多遠山啊、樹木啊，被啲雨滂沱大雨蓋曬，但隱隱約約你看清楚一點，原來在水面上面隱約見到兩架魚艇，如果不留意根本就看不到。他用一個很淡的墨，淡到根本就接近是跟那張畫紙的顏色融為一體，見不到的了。這個就是很典型的淡墨的一個很極致的表現手法。去到譬如元代，更加是這一方面表現的一代宗師，這個就叫做魏瞻了。佢真係咧入筆草草，即係畫少少筆觸就已經變咗一個畫景出嚟啦。或者用少少淡墨咧，已經表現咗一啲大自然一個現象。譬如話佢之前好出名嘅折帶孫啊，咁呢啲咧就係佢畫喺波岸嘅石頭啊，咁佢已經係兩三筆就變出嚟噶啦。嗱，呢啲咧都係佢一個簡潔嘅一個特色造型嚟嘅。因為魏瞻咧係一個好特別嘅畫家，好有氣節嘅，同埋咧。完全是很脫俗的，原來我們視覺藝術見到的東西和一些精神性的東西，一些虛無的價值觀的這一類的東西是可以結合到的，而在畫裡面是可以表現到出來的。
我哋想象秋天嘅时候咧，啲树叶干晒啦、枯叶啦，跟住粉碎啦、冇咗啦，嗰种感觉咧，干裂秋风，即系形容干嘅形容词，即系话咧，你尽量唔好用咁多浓墨，有个深度喺里边。佢哋叫做乜嘢咧？惜墨如金，即系咧好谨慎咁样用墨，用到少到咧当佢系黄金咁样咧，好珍贵嘅。嗱，咁呢个好形象化咁样咧，形容咗俾我哋听咧，枯淡呢两个字喺书画艺术上边系点样嗰个情况会见到嘅形象啊，系点样嘅？想翻起咧，讀大學嗰陣時，一係畫山水畫咧，跟住用墨嗰份量都真係好少嘅啫，即係你可能畫一幅四尺咁大嘅山水畫，但係用嘅墨碟嘅份量都係非常之少咯。咁乾筆嗰度有令我諗起之前喺大學寫書法嗰陣時啦，跟住有啲同學見到拉到最尾支筆會乾，咁佢哋咧就會補筆就填翻黑佢。咁老師就話：唔係啊，嗰啲係好嘢嚟㗎，唔好填啊。咁依家就知道其實技巧上嗰種乾其實背後係有一種深層次嘅意思。嚟緊咧，我哋會介紹四幅作品啦，其中一個作家咧就係萬壽琪。咁呢四位作家佢哋都有用枯筆，咁佢哋背後用枯筆係咪都有一啲特別嘅諗法或者意義嘅咧？嗱，萬壽琪咧佢有一個即係比較特別嘅背景嘅，因為咧佢真係帶個兵咧去打仗，去抗呢個清兵嘅，不過失敗咗。一個畫家經歷咗國破家亡，然後咧啲畫咧就會表現咧佢自己嗰種心境啊、際遇啊咁樣。嗱，所以佢揀咗呢個枯筆。乾墨嚟去畫畫咧，就正正係咧表現咗呢種情操嘅感覺。好少畫咧，我哋望落去咧，你睇得好辛苦嘅。點解辛苦咧？你望清楚，唔係好望到嘢嘅。因為咧，佢用嘅筆墨淡到咧，你唔係近睇或者燈光唔係好夠咧，你都睇唔得清楚嘅。嗱，嗰種若有若無、若即若離嘅境界咧，原來喺中國嘅畫家。他哋覺得呢個係好難得追求到或者見到嘅情況，而咧佢哋就用呢個枯筆淡去表現佢。嗱，佢追求嘅就係一種我哋所謂叫做一種好蕭條淡薄嘅境界啦。同埋咧入咗去清朝咧，佢哋有一個講法嘅，再見到啲江山咧已經同以前嘅前朝唔同啦。所以佢叫咧殘山剩水或者殘山靜水，係咁樣去形容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改朝換代見到嘅個山川景貌。嗱，我哋再細心睇下張畫嘅內容，你會望到咧喺左邊有一嚿大嘅石咁樣啦，右邊有一個山坡，咁而咧喺正中間度咧，我哋見到一個草亭，好簡單幾條線條表現出嚟。嗱，如果唔細心睇咧，你會可能睇唔到咧喺呢張畫嘅即係下邊嘅呢個位置咧，我哋見到有個人，呢個人咧係個背脊對住個觀者嘅，佢揸支拐杖，好似好辛苦艱苦咁樣咧。一路咧行緊嗰條小路咧，想上去嗰個孤亭嗰度，喺個內容上面咧，你都可以感受到咧，一定係表現一啲嘢咧，即係最得閒到，即係唔係開心嘅事。當你知道哦，原來萬壽琪有呢個背景嘅，藝術手法佢揀咗呢個乾枯嘅，咁、那個內容咧亦都好自然咧，其實估計到咧個寓意咧就係一個國破家亡。嗱咁。寥寥數筆咁簡單，就已經呈現到一種咁樣嘅境界啦。所以咧，我哋話枯筆淡墨咧，你明白咗嘅時候咧，原來係一個咁值得去回味沉思嘅一種即係去欣賞嘅一件作品嘅效果或者你嘅途徑嚟嘅。嗰張畫畫得好唔好？嗱，我哋中國咧就會形容做畫品。呢張畫你有個評定噶嘛，有個標準啊，好啊、中挺啊，定係唔好啊咁樣。但係咧，另外有一樣嘢咧睇唔到嘅，嗰個叫做人品。睇畫個畫品好高，但係如果嗰張畫畫呢張畫嗰個人嘅人品唔好咧，你會 downgrade 佢嘅。嗱，咁喺我哋香港藝術館咧有一個智樂樓，這個智樂樓呢個藏品嘅收藏嘅主人咧。佢點樣去建立佢嘅呢個藏品咧？佢用一個最高標準，佢話我要收嗰啲畫係要佢有人品。
嗱，佢試過咧有幾張畫咧，佢講過嘅。嗱，譬如我哋好知道誒呢個書法家王鐸。嗱，王鐸咧書法好好嘅，字路流嘅主人咧何耀光先生，佢就講嗰句説話：王鐸咧入咗清朝，佢走去做官。嗱，另外咧有一啲書法家咧入咗清朝咧，好似萬壽祺咁樣，我就入退隱，唔會幫清朝打工嘅。所以有何耀光先生咧，佢收藏呢張收藏啲作品嘅時候咧。佢見過王鐸啲好精彩嘅作品嘅，佢話有人咧拎嚟賣俾我，咁但係咧呢個係冇人品，我唔要。嗱咁咧，你會睇到咧，我哋睇件作品嘅時候咧，佢畫得唔係咁好，但係你當你知道個人品好高嘅時候咧，佢會幫翻你咧，再重新睇過呢張畫。倒轉，如果個人品唔係咁好嘅時候咧，畫得靚，但係呢個人麻麻地。跟住落嚟咧，我再介紹呢一張咧，又係要有關係嘅。嗱咁呢個畫家咧就叫做程瑞。嗱，咁呢張張好精彩嘅作品，亦都係咧枯筆同埋呢個乾墨嘅呢一種咁樣嘅代表作嚟嘅。你一望落去咧，你首先咧就見到咧好多好細碎嘅點。我哋走埋呢張畫近睇啲咧，你發覺咧所有呢啲點咧都係啲好乾嘅筆嚟嘅，乾到咧你再點落去咧，今就點到冇點唔出嘢嘅。你再細睇咧。佢用好多呢啲點咧，係連成一條線嘅。你想象下，你畫一條線一畫，同你咧咁樣震下震下咁用點出嚟嘅一條線條咧，有意無意嗰種隱隱約約咧，見到佢呢啲咧積點成線呢種效果，呢啲咧就所謂叫做金石趣味。你有冇刻過圖章？大學嗰陣時有接觸過咯，知道金石同算書啊、黑石都好有關係。我哋舉個例，攞一把挑刻刀，刻落去啲石頭嗰度，佢崩裂嘅，嗰啲石碎石咧會彈出嚟嘅，咁然後流出嚟嗰條線條咧，你就會見到咧崩崩裂裂嘅。嗱，咁呢一種咁樣嘅藝術特色呈現呢種效果咧，我哋無論書法又好，繪畫又好，就會形容咧啊有種好似挑刻的味道叫做金石趣味。程瑞他拿着支毛筆去畫這些線條，畫這些點的山水，就大量我們會見到這些金石趣味。原來用毛筆可以做出一些挑刻刀、刻石頭或者刻木那些感覺的嗎？是可以的。這種金石趣味結合枯乾淡墨，其實是又可以大家混合互用。程瑞佢一樣係好似剛才講嘅萬壽祺啊，咁呢啲係經過咗明朝滅亡入咗清朝，再望到嘅大自然山川咧，就用呢啲咁嘅碎筆，好似金石咁樣咧挑刻嘅粉碎咗，係用一個視覺同一個咧當時對嗰個時代一種嘅感覺一種回應，係咁樣去結合出現咗呢種咁特色嘅，所以有一種金石趣味嘅即係山水畫嘅畫法。嗱，咁呢個係程瑞嘅好大嘅一個特點嚟嘅。你睇下佢嘅書法，嗱，佢上邊咧有啲題字喺度，睇埋佢嗰啲山水咧，其實佢啲筆觸咧好似一樣嘅。究竟佢畫嗰啲筆觸係喺度畫緊山定喺度寫緊字咧？你近睇咧，其實都一樣嘅。嗱，呢個説明咗一樣乜嘢咧？就係佢根本咧利用嗰支毛筆就製造出嚟嗰種效果咧，無論係寫字、畫畫都相通嘅。所以我哋有時講咧，書畫同源，一個高手嘅畫家或者書法家咧，佢畫畫寫字咧，嗰個風格咧都呈現出嚟嘅。因為咧，佢控制一支毛筆嘅時候咧，佢可以完全咧係將自己嗰個感情性靈咧寫字又得，畫畫又得表現出嚟。嗱，咁呢一種咁樣嘅書畫同源嘅境界咧係非常之高嘅。但係程瑞唔止咁，你睇佢題字嗰度下邊有一個印章，呢個圖章佢刻嘅。你睇佢呢個圖章刻出嚟嗰啲崩裂嘅字咧。情緒嗰兩個字咧，同埋佢寫嗰啲書法嗰啲跌跌蕩蕩、崩崩碎碎，同佢畫畫嗰啲所謂信三樣嘢書畫印結合埋一齊，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個人風格，同埋咧係好統一嘅。
嚟緊我哋介紹呢幅作品咧，都有仿倪瓒嘅意味啦。但係睇真啲咧，其實佢又唔係話真係好似倪瓒嘅作品喎。咁觀眾點解會揀呢幅作品嚟同我哋介紹咧？呢個畫家叫大本孝，佢爸爸咧係一個抗清嘅一個烈士嚟嘅。佢點樣咧？佢就並唔係咧俾清兵殺咗嘅，而係明朝亡咗之後咧，佢父親咧竟然係點樣咧絕食，係咁樣死嘅。嗱咁，戴本孝作為個仔咧，佢自己背負嗰個沉重嘅心情同埋包袱咧，好重嘅。自此之後咧，戴本孝咧成個人生咧就改變咗，亦都係咧即係避世或者隱居咁樣。所以佢嘅畫咧唔多唔少咧都見到好多華山或者黃山嘅風格地貌出嚟。睇見呢張畫咧，唔多唔少就見到好多好尖削啊，或者好光滑嘅石頭。亦都咧，佢喺呢張畫裏邊畫咗好多枯樹，就並唔係咧好多翠綠啊，或者好茂密嘅樹叢咁樣。嗱，咁成個境界咧就除咗佢想畫一啲比較乾枯嘅大自然景象之外咧，原來再加埋佢根本咧就係咧同佢自己嗰個遊歷有關。佢經常咧都去山村尋幽探秘嘅，特別咧華山、黃山。所以點解話呢張畫佢雖然話講咗仿倪瓒，其實唔係好似倪瓒，因為倪瓒畫嗰啲畫咧就係太湖嗰啲水岸，但係咧黃山、華山就完全兩種境界嚟嘅。嗱咁，所以大本孝其實係學倪瓒簡潔，都係水墨為主噶，冇顏色噶，亦都唔話好多染墨噶，主要係咧勾勒線條，同埋咧用少少好乾嘅筆咧做一啲皴擦。畫山水畫通常有幾個步驟嘅，所謂咧勾皴擦染。但係呢張畫好明顯咧，差唔多就冇染嘅，擦都少少嘅，集中咧係勾。咁所以你見到咧，主要線條為主嘅。佢為咗要追求呢種即係另一種嘅同萬壽期或者阿程瑞唔同嘅一種模糊嘅迷惘嘅境界咧，咁佢就講咗句説話，好有意思嘅。枯榮弄恩温，聊以見山靜。枯榮個榮就係解毛筆，即係用乾筆枯筆去弄去表現呢個恩温，係講緊大自然嘅水氣或者咧一啲雲霧嗰種咁樣嘅迷迷惘惘，即係唔係好清楚或者虛無縹緲嘅境界。目的是什么呢？聊以见山静，是表现大自然山村那种静。用干笔去表现静，成张很干笔，但你真的看到很静的境界。好像呢，即人已经不在这里了，不食人间烟火，去到一个入了定的感觉。每一幅画入面，他用的笔触和颜色都相对比较少。咁咧，佢喺畫面上面出嚟嘅感覺咧，自然就會係簡潔啲啦、淡薄啲，會俾人一種平靜嘅感覺嘅。咁呢一種好淡薄平靜嘅感覺，正正就係可以呼應翻畫家佢想向往嘅一種淡薄簡朴嘅生活同埋心境。咁咧，我就諗起龔然。咁龔然咧，曾經喺佢嘅畫冊上面提字，咁嗰句説話咧就係、是。唯恐有畫，是唯能畫。咁呢句説話咧嘅意思咧，就係如果一個畫家佢可以避免用太多嘅視覺元素，例如用相對少嘅筆觸同埋顏色，佢可以適當咁樣運用一啲技巧嘅時候咧，咁呢一幅就係一幅好嘅作品。因為當佢可以將呢啲技巧藏得好、藏得妙嘅話咧，咁佢想表達嘅精神同意境咧，都會相對高啦，同埋多。